1894年，即甲午年，日本对朝鲜、中国发动侵略而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中国一直自诩是天朝上国，竟然被小小的日本击败。洋务运动以来，种种美好的幻想都被这场空前的民族屈辱所打破。中国人放下了自大的心态，击败了变法图强的要求。 光绪皇帝当然不想成为亡国之君，他也希望变法图强，可是要怎么变，变成什么样才能够救国？其实他自己也很模糊，理不出这么一个头绪。那么当时康有为等维新派呢，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来就改名叫中外祭文，传播当时西方各国的变法革新的思想，其中尤其是以 英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的君主立宪思想为重。那么后来，在1895年的秋天，康有为又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当时袁世凯呢，在去天津小站之前，还在北京呢。他当时也为强学会提供了一笔资金。从这里边 与维新派开始结缘，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维新派会要袁世凯参与维新并，维园，秦后的这个举动了。到了1898年，由于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和青岛港，随之而来的是列强竞相登基，强迫清政府租借沿海港湾，争划势力范围。 中国被外敌瓜分的形势形成了。康有为再次向光绪上书，提出要光绪仿照日本实行开明专制，制定宪法，召开国会，设立议院。康有为的这些意见，经过光绪老师翁同苏之口传达给光绪。 开明之治之说恰好迎合一直被慈禧压制、享有一番作为的光绪之意，光绑绪由此决定变法。1898年6月11日，在慈禧的同意下，光绪发布《明定国事诏书》，宣布实行变法。一直到9月21日，变法失败，变法只维持了103天。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新政内容主要有：裁太容园、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然而，短短几天时间，上谕如雪片飞下，令人目不暇接。 短短的130天的时间里，先后下达了新政、上谕180余道，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等300多个方面，动作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可以说缺乏政治经验的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人物，把国家当成了试验品，缺乏计划，急于求成的后果就是造成局势一片混乱。维新派以为有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就可以强力推行变法，造成变法的新政，不仅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像废除科举制度这样的事儿，也堵住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对这样的变法心怀不满，这使得变法的阻力一直很大。当时很多变法上谕都成了一纸空文，各地官员都持观望态度。 而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7、8月间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时恰好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华，
他抵达北京的消息令维新派群情振奋。维新派指望由这位日本明治维新的元老来化解当时新政无法推动的局面。当时啊，中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了，但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这些维新派知识分子呢，并没有仇恨日本，反而呢一直是向光绪皇帝鼓吹啊，向日本的明治维新学习。光绪后来颁布的大量的新政变法的这些政策当中啊，多数都是照抄日本的这个政策法律，或者是呢仅仅的就是略加修改。可是戊戌变法推行了两个多月之后啊，各方面的阻力都非常大，维新派这个时候就迫切的渴望有像伊藤博文这样的为代表的这个日本的政治改革精英能够来中国传播他的经验。所以呢纷纷上书奏请光绪留伊藤博文在北京，甚至跟这个光绪提出了要向日本学习就必须把伊藤博文聘为顾问来主推新政。那么这么一系列的举动最终就导致了清政府当时保守派官员的警惕。9月18日晚上，御史杨崇一通过庆亲王奕匡密奏身处颐和园的慈禧太后，其原文是：封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慈禧之前已经对光绪说过，如果再这样急功冒进，就不让他当这个皇帝了。这是听到要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这还了得？马上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软禁了光绪。百日维新由一般书生加上无权的皇帝推行，显得幼稚而无力。他们只是在士大夫的小圈子里进行动员，除了依靠皇上以外，找不到什么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儒学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在中国沉寂了2000多年，厚厚的尘土靠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几个人拿着一知半解的心学知识，又怎能扫得掉？毫无政治经验的维新派都想通过皇帝的乾纲独断下到圣旨，自上而下实行改革，收到高屋建瓴、功成一役。而当时同样具有维新思想的袁世凯考虑的则更为成熟，他提出要先搞试点，攻城后寻法推广的试验法，同康有为全面铺开，成了则一下子全成，失败了全部完蛋的做法不大相同。可惜光绪并没有采纳袁的建议，康有为等人是大变、全变、骤变，尽除旧制、尽除旧俗，不留毫厘，说得痛快，做起来就难了，变法失败，留下了祸根。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宣传开明专制，反对暴力革命。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回国成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同时也宣告维新派就此告别中国历史舞台。